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有认真过吗？还是你只是在等他回头？你也知道，我跟月如是因为误会才分开的。可是他愿意给我机会解释啊。月如，这样那么亲密，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因为，你有一个当副指挥官的舅舅。知道跟你在一起我压力有多大吗？我想告诉你，我想好想躺在你的怀里。我会选择海军陆战队，的确是因为你。只是没想到我人来了，你却跟别人在一起。就算我们继续勉强在一起，也是不会有结果的。勉强。苏一冰，你会再看得起你自己啊？我是要继续吗？原来我只是输在有一位副指挥官的舅舅，这样我心里好过多了。也恭喜你找回你的最爱。我现在也很轻松啊，没事的。祝福你。曼丽，我欠你一句对不起。曼丽，对不起。我觉得静雯她可以过去，她明天没有排到清明。哦，好，没问题啊。学长，杨排，你们在做什么？我在跟安香班长研究永勋的训练课程。这次丙组的人实在太多了，现在的学生啊都在家里面当宅男，学游泳的人实在不多。啊，对了，那黄曼丽她明天的永勋课怎么办？我已经问过医官了，他跟我说只是皮外伤而已。如果真的要下水的话，那就要用医疗级的防水胶带。但是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还是不勉强。好，我知道。好。辛苦了，先去忙。好。我跟副指挥官好。你不用陪我了，我是他舅舅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副主管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没事，我中午前就可以回去啦。你确定？当然呢，我黄曼丽耶。你怎么会那么不小心啊？班长的命令都搞不清楚，这样很危险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没有搞错，我只是听错。不行，我看你根本不适合当兵，以后还要下部队，当干部就更不可能了。我看你回家休息，然后再去念书。如果你不答应，我会用监护人的身份要求你们营部要你退训。舅舅，我真的不想退训，我已经很努力，我很努力的想要面对这一切，我很努力的调试自己，我
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会看错人，还是会受伤让你担心。但是我希望你支持我，我一定可以做好，我可以调适自己，适应这个环境。但是你跟舅妈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。有你们的支持，我才可以走下去。我真的不想退学。娶我，痛啊！不用我，我是受害者哎！你为什么打我，不打他？要出神入化，睁着眼也能睡啊！看前面，给我专心一点，皮再咬。黄曼丽，黄曼丽，哟！你是因为今天受伤，所以影响专注力吗？报告班长，我没事，只是有一点痛。痛是难免的，不过身为军人，这一点小伤算不了什么，尽快适应，知道吗？是。瞎想！秋婷，刚说什么？没有啊，就前几天放假的时候跟国良去钓虾，那个虾比较小。哦，是吗？可是我没有去钓虾啊。啊，我跟他有一个好朋友叫阿翔，跟阿翔去钓。嗯。班长怎么听起来像在骂脏话？没有，听错了。是吗？你钓的那些虾有没有烧毁？也是可以的。可以啊。虾毁了？不错啊。
下次不要让班长听到这些东西。好，知道吗？谢谢班长。何宽亮，睡梦罗汉何宽亮。干嘛？睡到会摔倒啊？越睡越离谱啊，何宽亮。要不班长设闹钟把你叫醒？没有，一直睡呢，奇怪。各位，现在是保防教育课程。刚才前面所播的是保防单元剧，大家不要当作在家里面看电视一样，随便看看。我希望各位可以拿出你们上课的专注力。刚才打瞌睡的，自己自首。举手啊！举手啊！班长刚才都有看到，举手无罪。有点到的举手啊！诚实为上上策。几个被我叫醒的。刚才排长看到很多人睡觉的。手不举直干嘛？搭公车啊！秋婷，不用举手吗？我没有睡。你没有睡，你有聊天啊。林国良很好，帮助你的同袍勇于面对现实。谢谢班长。举好，举好。秋天举止，其他人也是。耶稣，不用举手吗？报告排长，我刚没有闭眼睛。耶稣，你不用举手吗？报告海长，我刚没有闭眼睛。谁在问你话？我刚刚没有闭眼睛。是怎样？睁着眼睛说瞎话，睁眼都能睡？如果到时候测验，你最好给我考满分。他已经投胎了。各位。手放下。既然大家都知道保密是军人的天职，那就知道这堂课有多重要。哦，刚才聊天的聊天，睡觉睡觉，连瞎子大小可以聊。看来大家保密都很厉害嘛。好，那我们就在放假前会进行保防教育的考试。考不及格的，晚上留读，隔天冻疤。怕什么？怕什么？塞奶啊！谁叫你们刚才不仔细看的啊？现在才抱怨。曼丽，现在就不要再想那个男的了啦，放下了就好了。嗯，没在想啦，已经放下了。那种渣男哦，不值得留恋啊，在我们部落叫做迂法。我啊，从来不会为男孩子流任何一滴眼泪。我看是你太无脑，没有人敢喜欢吧？那是因为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单身啊，不然送我饮料的人早就排到南营那边了。你说伊爹佬？对，伊爹佬。他们应该是想要送你过期的饮料吧？关你屁事。一定是你们在这里啊，苏西。我这无心，哎呀，跟屁鼠来了。今夜晚已数尽，爱的何时曾经再相聚？又停止想苏金在一起，哦嗨呀。走了一步，眼泪掉下来，又提非常喜欢的苏锦。老鼠哥，唱歌不会看场合哦。是谁叫你这样找我的？
哦，这首歌才可以符合这个情境跟氛围，了不了解？不了解啦，只在那边尬聊。不是啊，那天葡萄厂晚上就在唱这个龙泉情歌，那是代表我们在龙泉相遇就是一种情分，对不对？对。秀婷唱歌真的很难听哎，吉他也弹得很烂，来。我不是我弹，我是瞎了。弹。请勿意在我两分里，千言万语数不尽。爱人离去，何时再相聚？盼望上天祝福你。我的心里好难过，别让我提起陌生人。你好奇怪哦，啊，我唱起来就像热恋，啊，为什么你唱起来不像失恋？哎，喂，你误会了，误会了，讲话不太场合。我要开玩笑了，啊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好笑吗？啊，我拉个小提琴给你们，预备起，他总是不留下电话号码。好了啦，是谁叫你打我的？我。好了，好啦。打开！有病哎！好傻眼哦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烦哦！臭男生，真白痴哎！曼丽，啊，老鼠哥就老鼠嘛，脑量太小了啦，你不要理他啊！哦，没事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！连长好！各位身为海军陆战队的一员，游泳是体能战技必学的科目之一。为期五天的泳训，连长希望各位以甲组为目标，突破自己的极限。有没有信心？有！指挥官，有。按照编组，各组带开。报告连长，升。甲组教官，有。乙组教官，有。丙组教官，有。各组带开，是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不行，我想下水哦，下水饺。不是吧，下去游泳啊。对啊，我们等下都要像下水饺一样。其实我不会换气，我结束之前啊，我们一定要学会游泳，一起加油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一波下水。二三四，
好好哦。可是我觉得快乐也回去吧。在干什么？做操好好专心做。班长，我不是在观摩哎。观摩什么？观摩班长就好了。你等一下下水的时候不要抽筋啊。六换五。野波，有位。虽然甲组还有人没有办法游到200公尺，但是至少你们都有游超过100公尺。团长希望在泳训结束之前，都可以看到大家游到200公尺。了不了解？了解。八排长，请问一下，左边穿迷彩服的那些人是谁？那是军官排的长官在测验武装游泳，你想尝试？报告连长，超想尝试。很好，海军陆战队就要像你这样积极挑战自我。刚刚提到的武装游泳是全副武装游泳，但是新兵训练里面没有这项课程。除非你们的游泳能力让我认可，我才可以向营长提议让你们体验。报告连长，如果跟干部 PK 赢了，是不是可以得到连长的认可？那当然。那你想跟谁 PK？ 报告连长，我想跟学文班长 PK。报连长，如果我跟干部 PK 赢了，是不是可以得到连长的认可？那当然。那你想跟谁 PK？ 报连长，我想跟学文班长 PK。林国良想跟连长 PK。连长，然后这是学文。
刚刚两位新兵表现得很好，大家鼓励一下。虽然没有赢过连长，但是勇气可嘉。刚刚连长已经向营长提议，给予两位提早假。另外，赢过班长的林国良，手放下，再提早两个小时离营。谢谢连长。希望各位继续努力，能够在结训前进入甲组。执行官，有，继续分组练习。是。各组继续操课。再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，删删照片。也对啦，这种人哦，不要跟他联络。对啊，反正也都已经过去了啦。啊，要不是那天我穿了这个衣服，不然我一定当场让他难看。哦，如果你当场让他难看，这样你就直接退训嘞。王曼丽，不要心疼他哦。我没有心疼他啦。谢谢你啊，要是你心情不好的话，我们都在啦。啊，不然你可以看赵雅芝啊，她长得很好笑。欸，你很快欸。没事啊，那你慢慢删哦，我先上去了。嗯，真的没事啊。这是什么？我刚不小心多投一罐饮料，给你喝的。既然不小心，怎么不多投一罐？我是看你心情不好才来关心你的，好不好？你是从哪里看出来我心情不好？有啊，你脸上有写“心情不好”四个字。哪有啊？你应该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，精神不济格。拜托，我也不想好不好？又不是晚上睡不着觉，白天爱困，我也不想出一堆差错。我觉得不是想跟不想吧，应该是愿意跟不愿意啊。既然真的发现有问题的话，就赶快改进嘛。或者你也可以白天超累一点啊，这样晚上说不定会比较好睡啊。我在跟你讲话。没有啦，我本来是要来关心你的，没想到反过来被你鼓励。也没有鼓励啊，就只是建议。下，加油。不想再见。
并不等于分离，不再说话也不等于忘记，只因所有的悲欢都已成灰烬，任世间哪一条路我都不能与你同行。席慕容。男朋友啊？网友。网友蛮温馨，会写诗浪漫。网友又打来了。不是，那是广告电话，不重要。还在打？没关系，不重要。见网友要小心，现在很多网友都怪怪的，像变态。注意安全。电话要接啊。谢谢安排。再见面并不能分离。过来。班长，怎么了？站好。放手机可不可以放快一点？就赶快离开。磨磨蹭蹭。以后禁止在营区传任何讯息给我，明白吗？啊啊，有问题吗？没有。离开。放手机啊！锁好，锁死。都不能传。看路。夜视里。18秒19秒20秒21秒22秒不行，23秒小心！你们怎么了？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们跟妈张伯伯讲？你们想不开啊！贤姑，你干嘛啊？我们在练习。练习什么？练习憋气。你不是要学游泳？你也要一起练习憋气啊。对啊，你不是也是冰组的？赶快来练习嘛！你是照顾我，照顾上瘾了。你忘记我上次吐成那样？好吧，随便。如果你想继续一直泡在游泳池里踢腿的话，好，我们继续。预备，开始。1秒2秒3秒4秒5秒6秒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1秒2秒3秒4秒5秒6秒7秒。8秒。哎呀，这样子够久了吧？这样几秒了？进步一秒。仙姑，我告诉你一个秘诀，投下去的时候想着林姑娘，保证那边很屌。好，预备。是啊，我是故意的。白痴。
我也不行了。一定，哈，真的是你！你不是要跟王歪去吃饭吗？有什么比可以跟你在一起更重要？情人节快乐！谢谢。啊，不哭不哭，以后不会让你再为我掉下一滴泪。对好我，嗯，谢谢你，嗯。我想要加，你要加哪一只？我要加那只。好，好，来喽！快去坐，快去坐，再往前点吧。嗯，可以，可以，放龙，放龙，嗯，旁边那只熊了啦！对啊，我来，我来，看我的，它先走哦。长这只嘛，对不对？长颈鹿嘛，对不对？来哦，这边，这边，嘿，耶！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长颈鹿啊？不是。不然是什么？这是我们通往幸福的路。送你。谢谢你。喜欢吗？喜欢。老板娘，两碗小的凉面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筷子先给你。谢谢。来，这个让你放筷子啊。你要不要辣椒？好啊，小辣。嗯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它这边辣椒可是很有名的哦。嗯，你之前有来吃过？嗯。那我开动。嗯，试看看。怎么样？好好吃哦。嗯，很香。就跟你说吧。一个人在拖地啊？你怎么啦？你还好吗？总是把眼泪往肚里吞的人，才会一直有吸鼻子的声音。你记不记得之前在篮球场的时候，你有跟我讲过一句话？你说，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都可以说出来，我们都可以帮你哦。现在我想要把这句话送给你，我们姐妹都会陪你的。都过去了，真的过了吗？没关系啦，姐知道。没有那么快，需要点时间。可是我们曼丽最勇敢啊，
你记不记得在受伤典礼那一天，你在1000多人面前表现得那么好，那都是我们做不到的哎，真的好勇敢，好棒哦！而且曼妮那么漂亮，长得跟洋娃娃一样，一定有很多男人要追你，放心。谢谢姐。不要客气，把眼泪擦一擦，没事没事，乖。不要哭，勇敢一点，可以的。来，你擦眼泪，姐帮你擦地，擦地，不用擦地，我擦啦。不行，黄将军不能擦地。啊，你帮我泼水。国良怎么看？从刚刚一直在看的护身符，应该就是僵尸食人虫。我看他是进了魂域。我想要跟你，还有那些姐妹一起到捷讯。回忆回来，叶素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生，我很乐意帮助她。只是我觉得该说的还是得说。对不起哦，都是我的错。郑王星。干嘛？离开！怀疑啊！你们两个怎么跟朵拉讲一模一样的话？哦，郑光熙，讲这么甜蜜，怪怪的哦。有吗？没有啊。就是跟朵拉班长。你怎么知道？全连都知道，好不好？你要加班长，我早知道你们心里有鬼，好不好？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反对相亲啊，适不适合也要相处之后才知道啊。我男朋友一定要让你知道吗？你没有问，你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有机会？我要什么机会啊？我干嘛要去制造被误会的机会？你不是已经让人家误会了吗？我哪有被误会？没有吗？没有，明明就有。没有好不好？你忘记了？没有。你干嘛离开啊？话还没聊完。我要排课。你要落跑吧？我整个礼拜的课都还没排完。